站在舞台中央，身穿黑色薄纱长洋装，14岁的吴怡走起台步架势十足。她不仅是参赛者中年纪最小的一位，更以黑马之姿拿下冠军。只要经过自己的努力，万事皆成。就读国三的吴怡才14岁，第一次参加上海国际模特儿比赛就夺冠，全都得归功于高挑身材。他的腿啊，有107厘米，我的天哪，1米多长大长腿啊！身高180，腿长足足有107公分，超长美腿让他走起台步气场瞬间强大。模特儿必备的高挑身材，可全来自老爸的遗传。爸爸，你有多高啊？我有1米87。哇，是败给基因了是吗？比赛前2个月，吴怡才开始参加集训，学习如何穿高跟鞋，双脚全都被磨破，伤痕累累。不过他咬牙苦撑，终于立下战功。记者张慧玲报道。